众所期待，一年一度的生肖车就在这次大改版推出啦。而这次牛车的推出，不禁回想起去年的鼠车。为了不破坏国际服 A 车的平衡，让号称强势起步车的鼠车压在年底才推出。拖到年底的原因，是不希望2020年 QQ 飞车所推出的鼠车破坏当时国际服的平衡。但既然是生肖车，势必要当年推出才符合生肖车的意义，所以鼠车才会拖到年底推出，让其余车款先行上架，慢慢平衡 A 车之间的强度。回归到现在，国际服已经拥有众多的强势 A 车，就不需要像去年一样把生肖车压在年底才推出，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推出牛车，对国际服的 A 车强度平衡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这次牛车上架时间到10月3号，有近3个月的时间。那有玩过 QQ 飞车的朋友，对于这次的牛车已经知道哪一台是最值得入手的车款，那就是画面上由特洛伊车厂所推出的预言神兵，拥有强大动力加成，极佳的操作手感，另外附加与火神相同的起步特性，首次使用氮气获得一个氮气的特性，外加未达成氮气延续时，下次氮气最高速度提升6.5公里，也因为特性关系，是目前最适合跑11程的车款，瞬间拥有平地神车的称号，相信各位也是优先选择红牛来入手。红牛的抽车数据平均落在7000到9000转以内抽出，那么图图这次抽了306抽，有2抽是免费的神牛芯片，花费钻石数为7782钻。这个数据给想入手红牛的朋友当个参考。每抽完一台牛车，左下角即可领取额外的奖励神牛芯片，根本就是在诱惑玩家抽下一台。所以获得的牛车数量越多，所送的芯片数量也越多，意味着后面入手的牛车会越来越便宜，真的是套路满满。那么拥有一台牛车之后，右下方会开启启动30次的按钮，可加快抽车进度。该说这按钮是贴心呢，还是设计成可以加速喷钻石的错觉？但不得不说，这颗按钮确实省下不少时间。接下来要抽的就是牛车当中人气第二高，由阿尔法科技推出的奔雷圣卫，犹如机甲式外形的设计，宛如锋利的利刃划破整个赛场。相较红牛硬核式的外观，蓝牛在外形上仿佛更轻巧灵活，在特性上漂移更灵活，且小喷时间提前 ，WCW 可达到 CWW 的速度，每次进入漂移有50%的几率，6秒内每秒集气加4%。很明显是一台容错率高的竞速车。兔兔的蓝牛共抽了315抽，有69抽是免费的神牛芯片，花费钻石数为6298钻，所以想入手两台牛车的朋友，大约要准备约14000的钻石数。入手第二台牛车后，所获得的奖励芯片为140个。我们紧接着抽第三台。第三台牛车是由众多玩家最喜欢的车厂极星动力所推出的星海幻翼。这辆车有人说是紫牛，有人说是白牛，也有人说是黄牛。说紫牛的应该是极星动力的紫色代表颜色，所以才叫紫牛。可是许多人还是比较看重外观颜色来称呼，
但让人意外的是，最多人期待的车厂万万想不到推出一台道具车，在外形上也没有其他车来的帅气，仿佛是一台加上牛角的骑士精神，大大的降低玩家们的收藏意愿。但既然定位成道具车，在道具厂一定有不错的优势，平跑转向、非漂移能力强的特性，小喷动力、速度、时间加 18%， 让小喷时间可以高达 0.79 秒，这特性在抓地平跑为主的道具赛是个很大的优势。那么兔兔的星海幻翼共抽了324抽，有140抽是免费的神牛芯片，花费钻石数为4608钻。入手第三台牛车后所获得的奖励芯片为200个，既然送200个，根本没有不抽第四台牛车的理由啊！现在马上来抽最后一台绿牛，由雷诺重工所推出的裂地悬甲，外观如擎天雷诺越野车设计，从外形就知道是为了竞速对抗所推出的车款。在特性上，受撞车影响减弱 40%， 超越或被超越时还可几率性提升集气及最高速度。那最后一台兔兔施展出欧之呼吸，在第六格的时候直接获得永久绿牛，所以最后的裂地悬甲共抽了189抽，没有花费到任何钻石，都是赠送的神牛芯片来抽取。最后四台牛车所抽的数量就在这边，全数加起来的话共花费18790钻，似乎是一种抽三送一的概念，那这个数据就留给各位当个参考咯。至于兔兔对这四台车的心得如何呢？以下观点是自己对于这四台车的感想，并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看法，所以当作参考就好。首先是这次的主角预言神兵，改装推荐左左左中 CWW4309.3， 特性触发后是 315.8， 特性部分使用氮气后没有使用氮气延续后的下一个氮气，速度增加 6.5 公里。那么这个特性非常适合跑非常多直线路段的地图，例如11程、反11都非常适合使用红牛来跑图。这两张图有90%的路段不会用到氮气延续，所以在这两张地图的直线速度都可以用315的时速来跑图，所以红牛被称为平地神车就在这个特性关系。那腾空图这台车就没有用处了吗？并不能这么说，只要在该路段没有使出氮气延续，下个路段一样会触发特性，只是特性的覆盖率就没有直线地图来得高，所以腾空图也能使用红牛来跑图。在手感上算很容易上手的车款，集气也很足够，并没有到很难卡气的阶段，唯一要适应的就是315的加速度，必须提高专注力来操控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撞墙失误。在外观上也是四辆中最帅的一台车，开启氮气时后方的旋转喷焰也成为这次的亮点之一，相信许多人也因为这后方的旋转喷口给吸引，就不小心把这辆车给抽下来了。接下来是蓝牛奔雷圣位，改装推荐右中左左 CWW 与红牛一样为 309.3， 触发特性并没有额外增加速度，但 WCW 与 CWW 拥有一样的速度，在部分地图第一个弯道要用 WCW 较为优势，搭配 50% 的集气特性，让这辆车的容错率提升不少，在整体外观下充满科技感，这也是阿尔法车厂以来的一贯风格。兔兔在开这辆车的心得感想是非常好开，集气量也非常的足够，就算15只要搭配特性很快就能卡满一颗氮气，是一台非常适合新手玩家所使用的车款，在六角图及特性上都能明显感受到是一台漂移车，小漂时机提升是很利于进阶的车款，但这辆车的缺点是非常的滑，也因为漂移属性很高的情况下，与人争抢弯道路线时被撞到滑出自己的路线是常有的事情，加上这辆车并没有因为特性提高速度，只是提升集气量而已，所以以对抗性来说算非常的弱势，但 WCW 与 CWW 都拥有309的速度，以目前现阶段 A 车来说已经不算慢的一台车，也是对于一些新手算很不错的一台车，但竞速玩家真的要入手的话还是推荐红牛为首选。再来是绿牛裂地悬甲，改装推荐中左左左 CWW 为309.2，
从外观上来看，离不开雷诺重工的狂野设计。看似一台与雷诺相仿的车款，在特性上，耐撞及对抗是这辆车的优点。超越或被超越时提高5公里的速度，但并非提升氮气动力。游戏玩到现在，氮气动力对一台车的优势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，所以兔兔是不太推荐这辆车的。在手感上也较推荐红牛及蓝牛，且这辆车在计时练图并没有太大的用处，只有在与人对抗下才能展现出这台车的优势。如果在完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，那这辆车就没有其他优点，所以绿牛似乎也只能当台收藏车，偶尔拿出来玩玩即可。但如果在弯道情况下常常撞输人的话，再考虑这辆车也可以。其余的话还是推荐前面两台车较为优势。最后来到星海幻翼，改装推荐左右左左 CWW 为 307.7， 在外观上很明显逊色于其他三台牛车，并非这辆车不好看，而是其他三辆车太好看的关系。但车子毕竟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不能用外观来评断一台车。在特性上，这辆车被定位成道具车，氮气时长相较于其他车款来说比较短。在实际跑图过后，每当准备要驶出连续的地方，氮气就突然没了，所以打进出来说不算优势。但这辆车在转向优势的情况下，在道具场上的手感非常舒适，搭配 0.79 秒的小喷时长，让这辆车在道具赛的提速上非常强势。也有道具玩家用这辆车刷了一些地图的抓地记录。那这辆车相较于破风来说，到底哪一辆更胜一筹呢？还是要看玩家在场上的临场反应来决定自己更适合哪一台。毕竟道具场上的变化实在太多，就留给玩家自己做选择。但兔兔认为，有破风的玩家也不用入手这辆车，毕竟在特性上的优势，破风触发特性后的连续小喷，在竞速场上保有一定的优势是绝对的。总结，竞速玩家直接入手红牛，至于蓝牛要不要一起入手，再自行考量看看，绿牛就直接跳过吧。最后，道具玩家有破风的话，也不用入手这台黄白牛，除非真的想体验看看，再决定要不要抽出来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